这方面去。对，所以说现在学校有所谓的生死学嘛，也在这里。有时候要去看看西藏生死是吗？也看看对人生态会比较豁达一点。对，因为常常发生山难，也有那种高材生啊，对就是清大、湖南。对，因为这东西就是说你不能一夜会师嘛。对，照比例来讲，一定是有发生这种意外的事情，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人生你很多层面的东西嘛，你要去更深层次思考。就是唯一这个能够解答，在靠他自己，要去阅读，拿一些书给他去看，类似这种，心理的书籍啊，哲学的书给他去看。你是几岁的时候开始就？我从小就开始爬，从小就开始爬，开始爬。而且我也喜欢阅读，而且我是什么书都读，都读，美学的书啊，哲学的书也看，佛书也看。所以有很多方面是。对，人要养成阅读的习惯。这我们家长教育小孩子也是最重要的，养成他阅读的习惯。养成他阅读习惯，你以后会节省了很多的你的时间嘛。书本会自动会教育他嘛，你就买些比较好的书介绍给他看的话就比较好，比较积极的书。人生本来都是这样嘛，所以说很多，就说他也说我如果说有任何状况，或者没有死，半条命回来。他说我一定得忧郁症，那一定气自己都不能动了，但能无可奈何的事情啊，对不对？这个想想说，也许我说我不会，我都不能动，或者我中风的或者怎样不能动，那我一定会很气。但是也可以走另外一个层面嘛，你去多去看一些思想类的书，或者是一样，帮自己转化掉。因为我的老大已经是瞎掉了，我老大已经瞎掉了，他也没有换气啊。他国中的时候眼睛瞎掉啊，我们跟小孩子抱在一起哭啊，哭得要死要活的，哭了好几个礼拜啊。我哭也不是办法，我就问他说：“你要我养你一辈子，还是你要自己要站起来？”他哭就是他自己要站起来。我站起来，我说我去帮助你。所以我就在学校那时候接了很多学校的课。我那时候在中立，在中立，他越级部教官，白天在南亚教书，一个月赚11万，全部花到老大身上。然后他愿意学啊，我就请了一组老师，然后要先到启明去学点字，那很多都是靠去点字阅读嘛，去听的嘛，那眼睛就不要用，这是要靠听跟手嘛。然后我就请了一组老师，就是教他，他钢琴就是背谱的，也学钢琴，用背谱的方式，用背的方式来学，然后也吹长笛，他结果考上张师大中文系了。他中文系呢，我叫辅修，叫去辅修那个，去辅修特殊教育，然后把他抓到，要跟去盲人协会去申请去学那个闭眼按摩，去学那个按摩。我说你考不上老师，就当按摩师去也不错了。然后一般按摩还不行啊，还要送到中山医学去学闭眼按摩，学了半年，他考到那个按摩的乙级证照，就他乙级证可以当老按摩，还可以当按摩老师。他也可以当按摩，他现在考上老师，他按摩变成他的社交，那老师对他很怕，他按摩一下，他校长他帮校长按摩啊，校长爱车爱到要命啊，就这样。刚开始那校长很凶，刚开始我记得他考上那个考上老师的时候，他校长还骂他说，骂那个监考老师说，留守娶了一个瞎子老师进来，那是不是要找另外一个人照顾他？我们学校那么多时间，我在旁边听到我就很生气啊。那我就他们学校登记志工啊，我看到校长对我小孩，然后到学校去登记志工，然后把我们学校割草割了半年了，割了半年，还有发现到他校长他就问我，我就跟他校长也谈了几次，他说你儿子有什么专长？我说你们校长不是有个写那个什么特殊教育什么论文学术比赛啊什么？他说你可以叫我儿子写，他问题很好。他说真的吗？我说你试试看。结果那年他拿了省高新县第一名，还记功一次了，高兴的要死。那时候对我儿子就很好，我就放心，我就不割了。因为我也不能割了，为什么不能割？那个、故意我说你一割下去，他那个草他是割一个月的，我一个礼拜就给他割掉了，因为我没有时间耗一个月啊。我就早上5点钟就开始割到下午5点了，终于给他割掉了。那连续割一个礼拜，整个小时就给他割掉。那他故意说你割下去以后就没不行了，他是割一个月的，每天割一点。就是人生是，那你说他有状况，他有残疾什么？没有我儿子那么惨，我儿子整个瞎掉，什么也看不到了。
那他现在也考上研究所，研究所也毕业了。台南大学特殊教育研究所也毕业了。他在读研究所的也追他一个同学，追一个学妹的，也是研究所的小学老师，被他追到也结婚。我以前上山，以前上山下来，第一件事情要到高雄去，照顾他吃的，怕他说营养不够嘛。之前呢，他就给买食物、买水果，给他切好，一盘一盘的，那冰箱里自己拿着吃，至少有三四天、一个礼拜这样，不用担心的。还有一个附近的店，我晚上讲一下，煮东西给他吃了，现在都不用了。就是这样，所以说人生，有很多层面嘛。那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这样，都要去克服的，我想办法去克服。就是坐在那边叹气而已，也把自己要体谅他，他那种心理。刚开始他是一个很活泼一个人，忽然间有状况，真想那一定要给他适应的时间的，让他慢慢走出来，不能急。这个书很多，阅读是这样，这样的方法。还没有。老师，所以现在被那外国朋友被激到之后，现在是发愿十四座山要爬。对，试着从家爬吧，爬吧，试不甘心。那现在剩下几座？我现在爬三座啊，我现在爬到，而且我竟然还没有成功，我今天这座还要再去爬。那我明年是锁定两座，明年世界第四高峰跟第十高峰，锁定两座，然后后年可以锁定一座到两座再看，再后年就去爬 K 柱。因为 K 柱跑的比较大，高度比较大。募款要耗更大的力气的。四座把它爬完要不要5000万？要三千多。三千多。因为我目前才爬三座就快花掉了，快花掉1000万的钱。然后收藏的艺术品啊，自己画的画快卖光了，还卖照片呢。我在嘉义市也办了很多书画展、摄影展，结果那个什么鞋子上面的董事长帮我买了一些画、一些照片。是还有，在嘉义也办了两次。嘉义县办比较多，明年还会在嘉义县办一个参观，照片也便宜，非常漂亮。好，谢谢各位。好，你就留多一点时间，如果你买书，老师。